尊敬的法师，各位贵宾，师兄师姐，大家好！感恩大家齐聚在此，参加2012年慈济46周年庆浴佛大典。菩提大道庄严的图腾是由身着绿色与白色环保衫的慈济志工与各行各业代表排列而成的，他们是最佳的守护地球的环保代言。特别感恩诸山长老多年来领众浴佛，庄严道场，祈求甘露法水净化社会，祥和世间，人人用最清净的心闻法，闻清香，当炉香乍热，现场青烟袅袅，化作朵朵祥云，就像一尊尊菩萨莅临我们身边，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像十方法界。现在全体请起立，让我们用沉静的心灵一起走入庄严法界。
请转向浴佛台。法师与贵宾，大众请转身，面向自由广场，迎向宇宙大觉者。无上甚深微妙法，甚深微妙的佛法，我们真心受持，以法入心，洗涤内心的垢秽，身心时时浸润在法中。我们发心立愿，愿解如来真实义。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到人间，以坚定的信念弘扬佛法，度化众生，教育大众，除去烦恼，开启自信三宝，让人人发挥生命的良能。现在我们用最虔诚的心赞扬佛德，感恩佛恩，全体请合掌唱诵赞佛偈。今天是佛诞节，大众以礼敬诸佛的心
虔诚遇佛，也祈求佛菩萨大放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上天下无如佛。佛陀行三问训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各位法师、贵宾，还有全体大众，请转身面向玉佛台。现在献供者将以庄严恭敬的心礼敬诸佛，祈愿心灯内外明亮，祈愿善因皆得善果，更祈愿遍地圆满吉祥。恭请法师带领大众献灯烛。现在开始礼敬诸佛。三宝，佛陀智慧开导我，佛陀慈悲救。三宝，祝福吉祥。玉佛典礼开始。此刻天有
祥云缭绕，心中法水滋润，愿人人把握此殊胜的因缘，以恭敬清净的心虔诚礼佛足，接花香，以洗涤内心尘埃，人人明心见性。是开始浴佛，礼佛祖，接花香，祝福吉祥。
乡，祝福吉祥。我的功德回向给母亲，是母亲节最好的祝福。
堂的阶梯上呈现出来的慈济法船，这是由身穿着白色环保衫的志工排列整齐呈现出来的图腾。法船也是象征着以佛法普度众生到彼岸，去习气，除烦恼，得到究竟的法喜与快乐。礼佛祖，接花香，祝福吉祥。是母亲节、佛诞节，也是全球慈济日。
我们以至诚的心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万人以恭敬的心遇佛，以法水甘露洗净人心，祈求社会祥和，天下无灾。礼佛祖祝福吉祥，玉佛大典因缘殊胜，功德圆满。我们以最虔诚的心，以最和其之美礼赞佛诞，希望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法水清流缭绕人人心中。我们更要虔诚的祈祷，大家共同一念，以感恩心祈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四大调和，消弭天下灾难。现在大众请转身面向宇宙大觉者，法师请起立，让我们双手合十，一起虔诚祈祷。
心祈祷。我们的虔诚祈祷上达诸佛心，愿愿皆圆满。恭请法师带领大众大回向，请法师面向大众，全体唱诵《浴佛偈》：三劫报三恩，身行善事报父母恩，常养慧命报佛恩，拔苦与乐报众生恩。我今礼赞诸如来。足迹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如今慈济迈入第40周年，菩提觉性人人启动，以悲智双运的步伐弘扬净思法脉，实践人间佛法，慈济法船起航，运载群生到彼岸。现在大众一心，至诚发愿。Thank you.
佛法兴显弘大盛，菩萨广行无量意。恭请各位法师与贵宾转身迎向宇宙大觉者。今天在此庄严的道场，愿花香、法香、德香化作人间馨香。此刻我们向佛陀献上虔诚最敬礼，表达内心至诚的感恩。虔诚最敬礼，请法师、贵宾向后转，大众向法师行问讯礼，问讯。感恩法师们今天的带领，教导我们体解佛陀的智慧，实践佛法在人间。现在大众虔诚一念，绕佛绕法。绕佛愿佛常在人间，绕法愿法常在心田。2500多年来，佛教庄严道气代代相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自我期许，成为闻法、行法、传法者。接下来我们将透过绕佛绕法，以恭敬的脚步一一来到法师与贵宾的面前，将领佛恩的法喜呈现在世人面前。全体唱诵敬极清诚，绕佛绕法的时候，让我们观想2500年前佛陀的慈悲脚步。接下来我们将以坚定的步伐，心念佛，身绕法，万人一同绕佛绕法，走在菩提大道，与佛心相契，步步相应。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从台湾为起点，宏观全世界。恭祝慈济46年，也坚定地迎向第47年。
为佛教、为众生，阶梯上源源不绝、浩荡长的人间菩萨队伍，传承慈济法脉，生生不息。菩提大道直，在慈济四十六图腾的带领下，有慈济 logo 菩提叶，庄严整齐，将一一的来到法师贵宾们的面前，步伐一致，虔诚表达对三恩的感恩与敬重。今天在场的浴佛大众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年龄也参差不齐，大家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全神贯注每一个节拍，学习彼此脚步的合齐，以整齐之美展现佛教的庄严道气。阶梯上的白色法船也继续地航向菩提大道，以白色、绿色图腾交织出来，绕佛绕法，法入心，法入行，坚定的脚步。今天在现场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代表与慈济志工，他们身上穿着白色或是苹果绿的环保衫，都是由大爱感恩科技公司利用回收的宝特瓶在制而成的，以实际的行动落实与地球共生息的信念。也请大家多多支持选购再生材质制成的大爱感恩科技公司的产品，减少对地球有限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大地母亲的感恩与爱。在队伍中，绿色环保衫所交织而成的菩提叶，菩提叶代表着是觉悟的觉，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我们也希望更多觉悟有情人能够投入人间，在人群中付出，共同走在菩提大道。也感恩法师与贵宾们的参与，此刻让我们用最恭敬感恩的心恭送法师。十分的感恩法师多年来都亲自的参与慈济的浴佛典礼，领众浴佛庄严道场，再次的恭敬的感恩法师，也请贵宾们至休息室休息。